这几日阳光明媚，冰雪也开始消融了。七九合开，八九雁来，看样子今年的春天会来得更早一些。不过县长也不能大意，季节更替之际，正是人体最易受寒之时，厚实的衣服还得好好备着，暖炉也先别急着收进仓库里。说到这个，前些日子为了庆祝神州的传统节日，大家一起张罗了许多花灯。市面上卖的灯具虽然也颇有新意，但我总觉得还是自己手工裁切的灯笼更亲切些。只可惜节日一过，它们就只能被堆放在仓库角落里了。今日难得有个由头，天气也还不错，我想放完剩下的花灯，为这个春天讨个好彩头。不知舰长是否愿意与我同行？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就在晚饭后碰头吧。浮华。哎呀，这老古董，想出去玩就直说呗，还非得找个理由等个节日，真麻烦。依我看呢，只要自己还没玩痛快，那天天都是过节。不过今儿个可真稀奇啊，他居然愿意主动找人玩了，我都没来得及撺掇他呢。难得有这机会，只放花灯哪里够啊，一定要把前些日子没玩够的都补回来。哎，你可得早点来，别让我等太久，知道吗？哇，真是个难得的好天气，要不要出来和我一起晒晒太阳？